You made my day. You made my day.包括我们自己孩子也是很重要，所以等一下做到奉茶一样，记得回去跟妈妈讲。让我的爸爸妈妈，你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，让你的小朋友好好的给你接待一下，好好的招待你，把他们今天这一年所学的，在今天做一个成果展现，也期许我们今天。我们所有的活动很顺利，很成功，也祝福我们的表演一切顺利。